了在今年一月开心生下宝贝儿子默默，正式升格为当新手爸爸，也经常在网上晒出儿子的萌照，融化不少粉丝。而他二日则晒出儿子与师父吴宗宪的合照，开心写下这个阿公终于见到默默了。人家收颜都收完了，还要自己来录影现场才可以见得到面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宪哥眯着眼睛笑得很开心，双手小心翼翼地把默默抱在怀里，可爱的默默那双大眼正好就看向镜头，合照可以说是相当温馨可爱。而 Kate 看到照片后也在贴文最后笑说，宪哥真的很会抱小孩，整个看起来就很贴。贴文曝光后，柯有伦也笑说，这个阿公太年轻啦。